高雄战况激烈，陈其迈33.8%，小胜韩国瑜31.2%。距离年底选举只剩两个月，苹果委托世新大学民调，高雄市长部分，民进党陈其迈以33.8%的支持度，小赢国民党韩国瑜31.2%的支持度。不过，还有35%选民尚未表态。交叉分析后发现，中间选民比较偏向支持韩国瑜，但上次投给陈菊的支持者有54.3%支持陈其迈，19.1%转向韩国瑜。韩国瑜你出来的时候，他的支持度是有在增加，陈其迈基本上大概就是维持不动，所以我认为陈其迈他的票是稳定了，就是他的基本盘啊，以及他的这个高雄长期的支持者票大概不会动。韩国瑜确实有挖走一些这个中间选票，因为韩国瑜他自己本身的个人形象魅力其实是接地气的，是符合高雄人痛调的。韩国瑜点到高雄人的痛处，就是高雄又老又穷，他有点出这样的一个痛处，我觉得高雄人会有感。前一阵子的水灾处理，民进党处理也荒腔走板，包括水灾的事情，包括东厂的事情，它其实都是大环境对陈其迈所导致的生死瑕疵，某种程度呢也使韩国瑜搭了这个大环境的便车。政治中心台北报道。